抱你离去哈，这首歌应该是新歌呗，啊，我都没有听过这首歌。来，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位能演哈、能唱还能够主持的，我们的林小平为您献唱这首歌曲。来，来个掌声好不好？听一下这首歌曲《拥抱你离去》。哇，这首歌很有内涵的一首歌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的林小平，谢谢，带来一首新歌送给我们在场的朋友。拥抱你离去，第一首歌一定要唱快的，不可以唱慢的，这个我的角度看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呢是要博得我们在场没有一点热闹的掌声，鼓励鼓励一下吧。那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比较新的网络歌曲，那希望介绍给我们在场的朋友，你们会喜欢。那是来自呢，一位男歌手的歌，《拥抱你离去》。
算是比较新的歌啦，可能在场的朋友对这首歌不是很熟悉。不过呢，我通常都比较喜欢那找新歌，那有时候是会挖一些老歌出来唱这样啊，这是比较早期的歌曲。所以呢，带来一首新歌介绍我们在场的朋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啊。一首叫做《拥